这边介绍这本葛饰北斋与歌川广重的这个画片选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图，以及歌川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。那里面这个每一张图都是一页一页的，它书里面跟我们介绍说，我们可以从月份去拿出来作为家里的这个挂饰作用。那书中也有附这本这些浮世绘的讲解，那详细内容都在这个里面。那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例如有这个很闻名的富岳三十六景中的神奈川冲浪里，或者是这个很有名的凯丰快琴的红富士，那是一本非常适合作为家中壁挂装饰的好作品。